我们想要和亲拖延时间，可大朝终将会战胜叶北，嫁不嫁公主都一样。大朝求亲亲时，谢玉安见过七海大王。 敢大朝君上之诚意，我叶北七部愿与大朝结为姻眷之盟。感谢七海大王慷慨允婚，我大朝将和叶北永世盟好。谢元替君上感激不尽。来，请上座。请。这是本王的长女戚海莲，谢将军，想必也见过了吧？我大朝千里迢迢来叶北求取君后，实乃天命之所归，故特以重礼相聘。哦，是何聘礼啊？ 大朝愿意芳华神境为聘，求取叶北朱颜公主，七海蕊。大庸国，你救救阿蕊，劝劝大王，他不能去和亲，那会害死他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认为大王还会在乎这些吗？他会在乎的，那是他最爱的阿蕊。但是。 大王也是叶北七部的大王，可是他就有什么可是了？你能不能好好的正视下自己的身份？以你的身份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不容易了。你有何资格对叶北的未来指手画脚？他必须踏上去往大朝的婚车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这绝不可更改。 什么使命？这就是你们不愿意想办法又不肯担责任的借口。你们想要和亲拖延时间，可大朝终将会战胜叶北，嫁不嫁公主都一样。怎么会舒蕊公主去和亲呢？听说是大朝君上选定的。 可那大朝君上事先成性，水公主嫁过去，哪里还有命活呀？蕊公主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就这么去和亲的。蕊，你去哪儿？放开！你去哪儿？我去找谢玉安，按照我们叶北的规矩挑战。 我们叶北就算嫁公主和亲，也是为了两家太平，绝对不是打不过怕他们。他是朝皇亲使，你疯了！你放开！不行，你们别吵了。